是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，要把学史明理、学史增信、学史崇德的成果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。都不出来聊天，果然是周末都没有人早起，然后这么少，以后周六我都不播早晨，然后周日周六我都不播早晨。坚定理想信念，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、政治执行力，仰望天空，国之大计，始终用党性原则修身律己，切实以坚强。果然早上人都很少。引领群众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，当好人民群众的知心人、贴心人、领路人，用心用情。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，努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实现目标。对呀，早上今儿早上不播不来，且行且珍惜。要在推动发展和疫情，教育干部干部把学习党史同推动工作结合起来，坚持求真务实、担当作为，创造性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着力破解发展难题，厚植发展优势，努力共同为。哦，师傅，能不能把那个声音关？我的天，我都没注意到这是那个广播，超管大大，这是广播，这不是我手机上的，不是我直播间里。这是出租车上放的广播，我操，不会扣分了吧？好慌啊！没有扣分吧？这都帅，真的，这玩意儿真的，这我都没有讨论。到了啊！嗯，好。啊。好，可以微信吗？微信哈。这么早就来上班了？我是逛了逛。哎，我密码是啥？好的。微信收款9元。我以为你没扫到呢。携带支架器随身物品，拿好发票，携带好随身物品，欢迎您下次乘。广播都算了。太难了，以后要小心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以后你们得提醒我坐车的时候不能听到这种广播，这种扣分了，真的太不值了。因为不是我自个儿播的，你说要我直播间放了，那你们说，都发霉了。啊，在芜湖的出租车就这样，我一般不打网约车。网约车不好。又习惯了，又晚上每次都是半夜出门嘛，就不能打网约车。这叫怎么都起泡了？就是打不耐三没打好。我干嘛要给自己扣一分？我有主板。
动了，不知道卖了。看一下吃什么了，快餐。其实我还挺想吃饭的，早上都没有饭吃。炒面、手抓饼。多久打一次？就打一次就可以了呀，又不需要打很多次。我喝方主不是很河南还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不要带我跑话题啊。锅贴，这家锅贴有什么吃的呀？来研究一下。沙汤是什么啊？有盖浇饭，葱油拌面，我想尝一下这家的。还有鸡汤馄饨，我再看看前面有什么吃的。喝点粥吧，我不要，我想吃好多好多的东西。这是什么都想尝一下。跑这么远来吃，不得什么都尝一下。老乡鸡啊，不想吃老乡鸡，前两天才吃的。哎，那件衣服跟我怎么有点像？这个蛋饼子好像有点好吃的样子，跟我怎么有点像？这个蛋饼子好像有点好吃的样子，好吃的样子。好多好多，吃好多的东西，对，一样来一份。我先研究一下这一排什么好吃。吃了豆沙包，哎呀，我这个小鸟胃装不下啊，可是，这个小鸟胃，什么都想吃，这个小鸟胃，什么都想吃，都想吃，可是又装不下。吃炒面，这也吃炒面，那我就去吃刚才那个吧。点外卖是刚才那个吧？点外卖，点外卖，户外主播，我是户外主播，能不能专业点，兄弟？想吃个蛋黄鲜肉粽，吃不下。可能筛选，筛选一下。就来这家吃吧，我怕我点太多，人家笑话我，会不会被人吵？葱油拌面、鸡汤米线、米面，吃啥呀？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葱油拌面、鸡汤米线、红烧牛肉面，你们觉得吃哪一个？看我嗓子怎么哑了。早上好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盖浇饭，剁牛肉盖浇饭。叫什么晚点？哦，要在这点。那个，要一个葱油拌面，然后，跟那个红枣桂圆豆浆，要冷的还是要热？冷的。然后，还有什么来着？不是好吃的。要个那个盖浇饭有吗？盖浇饭有了。土豆牛肉盖浇饭。那就你点的那个，其他都有。就你点的那个土豆牛肉，其他都有。
份豆芽肉粥和那些沙汤。老板沙汤吗？嗯，再拿个沙汤。你们让我点这么多，真的有病啊！妈，人家以为我是猪。还要跟这个烤肠。开始吧。嗯。啊。对对对。Okay.突然想起来，就是早上好像没有饭。嗯，没有饭。你也可以，要不点份锅贴吃一下？啊，招牌。我不想吃锅贴。那我要个那个鸡汤米面吧。鸡汤米面是什么？鸡汤。老板干活。又怎么了？干爹，他竟然没来直播间呢。跟个傻子一样，我跟个傻子一样，我怎么招你们了？神经病啊，还房管，我自己来经营还房管呢，真的是。我今天啥蛋糕过来？我昨天烧了，然后做完了。
的原因啊，因为直播间不怎么开太大的灯，你开灯开太亮了，眼睛受不了。差评。我出去招风引蝶嘛，穿这么花衣服晒。什么味道？这早上人好少啊，果然星期六人少。Yeah.